再一次掌声给我们鼓励鼓励我们乡长，这么早就来了呢。谢谢。首先，我们超马三支所有的亲朋好友、运动选手，以及我们今天主办、我们会长以及总干事，我们五峰天主堂神父，以及我左手边我们五峰乡民代表队林代表，啊，我们大爱村张村长，大家早安，早安。那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主办单位，由我们五峰乡公所协办。那这一次超马十三支能够在五峰乡举办，在这里我以120,000的谢意，很双手欢迎所有我们选手。这一次的活动能够激起大家的共鸣，也就是让我们这一次表现出我们运动家的精神。重要的是，所有今天的启程和终点，我们在这里要先祝福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和运动选手，在这一路能够以健身，而且是一个公平、公正、公益的这一个运动家的精神。重要的也就是在这一次的超马，运动家能够在自己的健康为安全至上。今天本人以五峰乡乡长的立场，祝福我们所有的选手、亲朋好友，再一次的祝福你们一路的能够健健康康，把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把这一次的活动能够热起高潮。五峰乡民代表会林立峰代表和大爱村张村长、五峰乡乡长葛忠义，在此祝福大家这一次活动顺利健康，谢谢。谢谢乡长，以及谢谢我们的村长，以及谢谢我们的代表，谢谢。好，乡长，待会儿我们还要请我们物理会的会长朱会长一起上台，为我们今天我们的五峰乡站立雪霸登峰造极超级马拉松来做祈福祷告，谢谢。这极圣圣之名，阿门。天主是一切美善的根源，愿他与你们同在，愿心灵同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我们的天主，奉主的名开始这一天。今天是圣神降临节，造物的圣神，求你降临眷顾在这里相聚的每一个人，求你光照我们。我们怀着坚强的希望，去求你用今天的超级马拉松绕跑活动，在你的祝福下，一切平安圆满，愿主福欢迎人的用心，聚集天广人乡文化观光祖先旅游开拓中的草品等无效的奏效，一起食物请帮助他们，赐给他们就会继续为人服务，学者的提高乡民获得利益，原来就不同牵涉的所有参加非常的弟兄姐妹们，并赐给他们彼此互助互爱的友谊和团结的精神，在新月的森林中以平衡健康公平平安的竞争。以上是求是告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看到的精神祈求，阿们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临我们，阿们阿们。祝大家平安，恭喜恭喜你们，谢谢神父，好，谢谢。
雪霸，登峰造极，超级马拉松起跑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您加油！好久不见了，真的好几年了。郑老师，我一定会催你哦。我上礼拜去那个街上的小桥那边，在牙齿里做的，还是他。对啊，没有几个叫我认没关系。
Thank you.
durch des Himmels trächtigen Land. Laufen, brüde eure Bahn, laufen, brüde eure Bahn. Freudig wie ein Held zu siegen, wie ein Held zu siegen. Laufen, brüde eure Bahn. Wie ein Held zu siegen.
Worte aus Elie.